所以我其实一直想要演一个浪漫爱情喜剧。花花公子，长得帅，不愿意去爱，不是条件什么？难道你爱上我？封闭和冷酷无情，根本没有爱的勇气。你这辈子有爱过人吗？直到他碰到了。对吧？不用。马上。说不必了。哇！在精神上跟情感上有一种蛮力。小，你居然让他给弄伤的。你爱上一个人的原因跟时机，可能都是最不可能发生的，但他就是会发生。哇哦！他们一步步的接纳，并且认识了自己。爱就是这样，没有逻辑。爱对我而言，可以不顾一切，放下一切，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爱，只有两个人，只有瞬间。这就是爱，也充满 love。把心打开，准备好跟你们一起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。从风里走来，就不想停下脚步。如果欢笑可以跟着笑，我们要踏向亮，向风里走去，就不能停下脚步。